帝天很快就会察觉此处的异样，我必须抓紧时间。此剑关乎天庭，我不仅要重创一剑，更要将其夺回。不好！踏仙飞救我！老君，他来了！哎呦我去！哎呀，斩仙飞刀明明是后天炼制的。 这咋拿得快疼呢？哎呀，好你个水神，早就想办法躲过了帝厅的探听神通，又佯攻妖生山引我外出，在伺机潜伏到时偷剑，你当真是好计谋！太阳真言。 之前攻入此山后，我便立刻安排了大量小纸人在山内埋下灵爆阵，看起来效果还不错。若能灭妖生山内10万妖兵，必能把天庭百年安稳。总算。 祭坛被毁后，是天剑上的妖族禁制已破，期内惊破撑不了多久，得赶紧将他们送去转生。